Gentle is the rai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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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对他很多想法，可还没有表达，因为一见面后我就开始沙哑不说话。当他向我微笑，忽然完全融化，于是爱深射到我心中的剑拔。 Oh my god,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t me now, What you really really want me now,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t me, What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Hey Julia, I can, We can, 会感动全世界。上演就是我们在一起都被刻画面般的一脸，因为你我情愿去和整个世界的男孩 baby 只要你在我身边不厌倦。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t me now, What you really really want me now,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t me, I wanna now, wanna now, wanna now, Hey Juliet, Hey Juliet, I can, We can,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三六一度音乐不断歌友会。今天我们的歌友会可以说是喜气洋洋，因为我们请到了几位洗刷刷的朋友，他们就是你们的。你们每个人自我介绍一下吧。自我介绍一下哈，你们自己介绍一下话。来，预备，起。哎，大家好，我是花乐队鼓手王文博。我是大张伟啊，谢谢各位啊，哎，谢谢各位。然后这位朋友呢非常了不起，他叫做蛋带灰啊，石星宇。大家好，我是吉他手石星宇。啊，大家好，我是贝贝的郭阳。快过年了，跟大家弄一点新年祝福吧。新年好啊，那么就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富滚百面来。啊，这几人是一套一套的。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洗刷刷和花蝶飞啊，现在已经是红透了啊！是是是，非常托您托您福托您福，哪里哪里呢？您是旺吗？旺旺旺旺旺旺，新年旺，对不对？对，旺，没错。那么专辑这么红，歌这么好听，我们当然要想办法把其他的歌也弄成这么红，对不对？对对对，就是满江红，全国一片红，它真的红嘛？啊，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要尽心尽力来推荐我们的专辑。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叫做粉丝推歌打。本次推歌环节，制作团队请到三位图林精怪的超级粉丝，对华尔的歌曲进行点评。在屏幕当中可以看到几位音乐界的专业人士来推荐你们的歌。点评过程当中，歌曲的名字将被搞怪音效替换，华尔乐队要猜出正确的歌名，否则将会被五雷轰顶。赶快来看一看吧。天文地理大象蚂蚁四十五斤蜡笔小新，各位，我是吴鸾。今天我们来说，对于男人女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思维不一样。比如说女人喜欢时装，而男人喜欢时装模特。对于男人而言呢，拥有一个有深度的女人反而是拥有一个有弧度的女人。可见夫妻之间有着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啊。何为矛盾统一关系？矛盾跟统一到底有何关系？我的朋友小五说了，矛盾跟统一没有关系，矛盾是我国作家，统一
是一种方便面。不管有没有关系，在有一种植物叫做花儿乐队，据说他们要来开歌友会了。很，请问里面出现的那几个问号是什么歌呢？这是这张专辑的吗？那当然不一定了。是我们的吗？那当然一定了啊。那个想想啊，谁来？谁先来？能不能不分手？只有可能，只有主动一点吧。确定吗？我确定。确定啊？确定。好，我们先来看正确答案啊。来，请看。不管有没有关系，在幸福的旁边有一种植物叫做花儿乐队，据说他们要来开歌友会了，很幸福。小雨，幸福了我的生活。哇，你怎么跟刚才演的张无忌似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彭宇，彭是彭宇的宇，宇是彭宇的彭。对不起啊，因为最近因为自身的感情问题，导致本人情绪有点失控，所以希望各位多多包涵。其实呢，我也不想把私事拿出来说。前天我对女朋友说，她说让她考虑一下。哎呀，算了，还是不要说我的事了。接下来播报一条娱乐新闻。可是啊，过两天他对我说，我又对他说，他又说，那你们说，他为什么？算了，还是来播新闻啊。但是，哎，言归正传，花儿乐队来开歌友会了。听说他们有首歌可以解决我刚才的困惑，帮帮忙吧，花儿就靠你们了。说，这首歌继续小雨猜，这次是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你确定吗？确定。你要是猜对的话，我猜对我喷你们脸。他们三个人上去，好不好？总得有一个人帮你。哎，为什么不是你上去呢？对，我是主持人呢，我得帮他呀，对不对？你如果在这儿，我得帮你呀。就来。前天我对女朋友说，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她说让她考虑一下。来。小雨答对，小雨要奖励你一个人对他们三个人。来，石永军，你狠心吗？我可不要，你可不要着急。一个人，哎，他一个人对付三个人不一定对付得了的。预备，开始。哦，这是什么意思？五雷轰顶、啊！待会儿是要待会儿拿来砸我们吗？不是，砸完了。待会儿你站在上面，这个圆的就弹上去了。哦，现在是方的下。是、啊，我们这机关重重啊！好，请看第三个。各位好，我是帅哥，帅是帅哥的帅，哥是帅哥的哥。那刚才播报的新闻呢，完全没有发挥出我的水平，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决定重新再播。接下来播报一条最新农业科技新闻。中国科学院最近研发出一种具有高智商，最大特点就是会发表这种宣言，叫做的特点就是满嘴胡说八道，逻辑思维混乱。据说花儿乐队就是因为会写出歌曲，简直是一派胡言，乱七八糟。现在新闻越来越奇怪了，这怎么可能？卖钱或者吃嘛，反正我是不相信的，你们信吗？我们不如叫一个歌迷上来答，如果他答对的话，对，喷他。对啊，有谁？来，那个女孩子来。草莓宣言。你如果答对的话，那就我们五个人把你弄上去了。到底是什么歌？到底是宣言还是声明？宣言啊，声明不是，关键这个答案已经没有意义了。你们俩在一块儿，你看多配哈的感觉，多像父女俩啊。来，还有正确答案。据说花儿乐队就是因为误食了这种草莓，才会写出歌曲《草莓声明》的。简直是一派胡言，现在新闻是越来越奇怪了，草莓会发表声明，哼，反正我是不相信，你们信吗？他答对了，怎么着？来，什么什么，你把这个挂给我，不能给你，给你我就好，我把我的挂给你，啊，拿着，好，拿着，来一会儿喷他，来，一二三，开始。好，可以了。刚才呢，我们就通过几个推荐，让大家知道
这几首歌呢，的的确确就是我们在音乐界当中有一些造诣的人很喜欢的歌。当然在这个新专辑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歌曲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对对对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角色打歌档，待会呢我们要请这几位和我们一起穿上无极当中的戏装，用戏里面的情节来进入我们的角色打歌档。话说赵将军风临，北公爵吴欢还有鬼狼相继去世后，又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昆仑奴因为思念王妃倾城，再次离开雪国，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有谁想知道我这件千羽衣下穿的是什么吗？那就请给我一点掌声吧。那又有谁想知道我这件衣服下穿的又是什么呢？走。倾城，你看你越来越不像话了，长得怎么这么像悠悠呢？真是，人们早就不想看你里面到底穿的是什么了。叔，啊，这不是汪涵吗？什么叫汪涵？什么叫汪涵？没大没小的，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是满神的哥哥，满嗲。这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的天下。哦。鲜花盔甲的主人要杀王，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这帮小祖宗又来找我提要求来了，你看他们来了。怎么就连环带爬呢？馒头还给我。对对对，把我的馒头还给我。什么馒头啊？馒头不就是小时候人家抢了你一个馒头吗？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啊，还要陈凯歌导演给你们拍部这样的电影，真是的，还取名叫无极，不就为了一个馒头吗？喋喋不休的张口闭口要馒头，切，都给我让开。让开，我才是王。温博，温博，他想要和他的馒头只是一个幌子，他其实是为了王妃倾城。啊，你们就是光明大将军吗？ Yes。 你们那儿的蒙牛大将军和伊利大将军呢？ I'm here。 啊，来，我告诉你啊，你为什么把王妃白白的就送给别人呢？我只想拿回我的馒头。荒谬！你们一个一个口口声声说要找回我，问了我的意见吗？再说那个时候找我的时候他是蒙着面的。对啊，害得我找错人了。是的。我不想活了。哦，没事。不要死，要好好的活着。哇，这句话真的好耳熟啊。对，就是我。你也在这是啊？我才不上你的当呢。就是这样吧，海家，要不让他们为我高歌一曲吧。高歌？嗯，好。你们这在唱歌之前我有一句话想说，我一说了你就知道你要找的人是谁了。真的吗？什么话？是句什么样的话？跟着你有肉吃。我怎么有吃肉的？跟着你，跟着你，跟肉吃，跟肉吃，跟肉吃，有事。我的曲有创意。你是哪里人？
道啊。家在哪里？没有家。从什么时候开始音乐创作？一直在搞。你们愿不愿意到我的歌友会里面去参加节目啊？愿意。哦，为什么？你要有这，要有这，要有这，有这。哈哈哈哈哈哈！看着我身后这些没吃过肉的孩子们，我真的感到无比的欣慰。我仿佛看到了满树的海棠花开。我给你们的乐队起个名字的吧，就叫海棠花乐队。怎么样？大婶儿，不配我将军。小花多好，是不是？小花好，好，小花好吧，小花好吧。花儿真是个好名字。对，在花儿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他们每个人都会给你最悦耳的音乐和最动人的旋律。天下的一切都是你的，但是只有一个条件，你们要花钱去买正版。你怎么拉了？你们愿意吗？愿意。Say what?
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三六一度音乐不断歌友会。Yeah! 今天呢，大家好，我们是坏队。快过年了，祝各位都能够财源滚滚来，事业亨通，通四海。好，说完了吧？说完了，非常非常的不错。这四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呢，真的是越来越可爱了。我觉得他们就是英雄，英雄，对，哎，是吧？不不，你们不是那个英雄，啊、你们是音乐当中的英雄哦。哎，过奖，音乐当中的英雄，而且你们可以把很多很多音乐呢做得非常的脍炙人口、哦。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要来一个英雄会。首先，我们请上的也是一位可爱的小英雄，掌声有请。Hello。花季出英雄，花儿乐队年度新星就畅游歌坛。今天现场也有三位神秘英雄向他们挑战。第一位英雄阿龙，擅长拍击模仿，可是站在舞台上，他却突然变成了一座雕像，究竟他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们接着看。怎么回事？他动了？不是，他们有一方法能动。把他那些琴弦松了，琴掉了。他是行为艺术，怎么回事？这是啊，我不知道。可以，哎哎，完了，这节目被他毁了。对、啊、对、啊，你们跟他有过节吗？没有没有啊，怎么回事？哎，他是不是腰间盘突出啊？突然间犯病了？不可能，当时我腰间盘突出也是这次来。腰间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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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好了。找不到，如果你爱我，就向我开炮。这是哪门哪派的？这个啊？问你个问题啊。好。妈妈贵姓？其实我是北京，我在北京崇文区比赛我拿到第一，在北京地区我拿到第一。我从前是银河少年有团的，我就是那我特长老师特行了、哎、我说那模仿李勇你怎么这样呢，是不是？对，哎，你觉得他在模仿谁？我是瓦白那种瓦白，然后都非常帅气的，我们会有这样的。快过年了，给大家拜年，给大家拜年，起来就一模一样。哎，是这样，谢谢啊，谢谢花儿。人家都已经开始 copy 你了、啊、你们是不是也拿出点绝活来让您看看呀？对啊，绝活啊。对啊，他刚才是模仿你们唱歌，你们模仿我一个呗。你们能够模仿谁唱歌啊？模仿很多人唱歌啊，比如说随便点，给个我的好朋友杨坤。杨坤啊，哎，杨坤，杨坤好，杨坤无所谓啊，无所谓。一二五哦喂，哎喂，哎好哎，五哦喂，哎呀哎好哎。哦，对，杨坤是可以的，还会模仿阿杜唱，阿杜说话，嗯、阿杜说话，对，哎，我来玩啊，好、哦、耶！他们不敢弄东西了吧？这是，来，咱俩妹，唱出来吧。女的能不能？女的也很多，可以，可以，她可以。王菲，谁啊？谁？金海心哈、啊，金海心，来来来，金海心，来一个，来一个。你也不爱笑，你心疼好，那我会闹，你都不能心疼要好。我会模仿谢娜，谢娜，谢娜。好好好好。那我就更多了。嗯，比如说刚才啊，刚才你有一个误区。姚和唱歌得这样，无所谓，谁会爱唱谁？可以呀、啊，还有啊，还有谁？绝活太多了。来来，还有谁？大家都知道的，张宇怎么样？哎，刚刚平台演出过的、张宇大哥，来来，预备，来首张宇的《雨一直下》。好，预备，起。
雨一直下，气氛不断融洽。家中的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悲欢，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心事好了一大半，原来只是被他们玩耍。哎，你也会啊？哎，这样唱歌咱们就不玩了，模仿几个相声表演艺术家的声音嘛，对不对？谁？他先来，你先来。嗯，刮风下雨爱感冒，天气无常谁知道，今天来到歌友会来给花儿一起闹。单田芳不是东北人，歌友会。哎，单田芳去。话说乾隆年间，我一个乐队，我乐队，他们骑着牵着马来到了湖。等一等，我们还能这样，他是黄宏跟单田芳两个人对话，他一个人能来，真的。哎，黄宏和单田芳两个人对话。啊，好啊，来着。天作帐篷，地作床，狂风怒吼我乘凉，倾盆大雨如淋雨，人强马壮一支箭。真不错，我们两个人。对，你们是仗人多啊，都群起而攻之，没关系，我们这边还不止这一个。哎，你先下去休息一下。好的，叫我兄弟来。叫你兄弟来，好不好？ 好，谢谢我们大龙，谢谢。接下来我们这边花季英雄的第二位。第二位英雄陈卓君，不是闪亮新主播的他，是位唱歌英雄。就好像要流浪一幅画，让我对天空大声说我生我爱你。一上场他就戏说花儿，头发的颜色也要搭配的面面俱到。他会给花儿带来怎样的挑战呢？答案马上揭晓。帅，真的不是我的错，不，非我莫属。我最烦他们人比我多，别问我是谁，我是闪亮花主播陈伯君。耶、yeah. 哎，你觉得他说的正确吗？崔子亮刚刚说什么没听见，没错，我只会听见叭叭叭叭，就这些事儿啊。哎，这个是我们的闪亮新主播当中的、哦、了不起陈伯君。见过他呀，唱得非常好。真的吗？对，你们不信的话，伯君给他们来一段。这个段子呢是叫戏说花儿，咱用这个时下最流行的 rap 把它说出来。哎呦，花的王朝依旧是那么美妙，感觉上就像是没有出去玩过，扬起的嘴角皱着眉头，下巴跟着抬高，仿佛是鄙视我的长相太老。他们的音乐从衣服开始挑，头发的颜色也要搭配的面面俱到。花的个性简单中带着骄傲，重点是要让你们为他们尖叫。来到现场，歌迷不少，凡是跟着拍照。大张伟一看脸色吓了一跳，光阳的表情简单中带着微笑。文博和小雨被拉到一边，左亲右抱。来到这里，真的没有人理我。花竟敢抢我的风头，花的乐队让我很棒啊，花的音乐让我很嗨。花儿乐队现在懂不懂？你们这块太红，要坚持努力才够。Check it out, yo, yeah, cool。我觉得就是说非常有心，因为我觉得就是闪亮新主播那节目，我们在电视机前也看过。本来你是准备参加的，我知道，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就没来。因为有我的存在，他所以不敢来了，是吧？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哎，要你们会唱歌吗？会唱歌是吧？就是把歌就是串着那么唱。前一阵我想说一件这种事儿，我们经常串一些歌啊，比如像前一阵我们经常等那个演出嘛啊。然后呢我们就玩那个弹脑杯那些游戏，嗯，我跟王文博弹了他们600多脑杯，然后从那回之后呢我们写了一个新歌，就是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包，不想长包。对对哦，本来是我不想我不想长大、啊、对对 对, 对。哎，你们别着急，我们先伯君先还有一段哈，串几首歌给他们听听看。好，你们可以酝酿一下，好，待会儿串给人家听听看。好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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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预备。我想手望呀望一望他，假装心上心上一听话，只能够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流浪一幅画，
让我对天空大声说火神我爱你，让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大海看得见，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挣扎的曾经有一个人给过完完整整的爱情，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月亮代表我的心。朋友你们好吗？在上的朋友你们好吗？因为今天就是开嘴也没什么酒了，其实我们瞎唱的。不，那就这样，比如说你有什么想法啊？对，谁想起来就直接唱就好。我有一个那个老串。噔噔噔噔噔噔噔，暧昧的情感，用噔噔暧昧的情感，相信有多痛，泪有多浓，南方的我江南风雨中。然后那个等，还有那个天下第一等怎么唱？妈妈的吻，甜蜜的吻，都不想再走一回。我是只骏马，绿色的草原，只有我最叽歪，只有。别乱了，别乱了。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真的是让我们很佩服的，我们的响亮戏剧播陈柏君，谢谢。看来面对国军的强大攻势，花儿乐队不得不仓促应战。接下来制作单位更是请到了一帮小小英雄，他们将彩铃世界里的花儿搬到现场，将花儿最红的歌曲用彩铃演唱出来，赶快来听一听吧。了不起吧，了不起了不起，瞧你要这型儿，这个破色，对对对，多了不起啊，这个小姑娘多么的，你瞧这个多辛苦。咱们咱俩打一个，别让这么辛苦，来预备啊，你这样，一二三，哇塞，这首都是非常纯正的，了不起，北京人音乐啊，真好，很好很好。哎，谢谢几位可爱的小朋友，拜拜。哎，刚才呢我们送走的是几位小英雄，小英雄啊，好，小英雄就如此了不起了。老英雄要来了是吗？那当然啊，有多老？来，都站起来啊，站起来，肃然起敬，肃然起敬哈。送走小英雄，又有两位老人家也带来了彩铃版的化蝶飞，看来花儿的歌曲真是老少皆宜啊。有请花季老英雄出场。
是，这就是一个镇。两耳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太棒了！这了不起吧？这太厉害了！这个、用我们这个深深鞠躬，感谢两位阿姨来捧你们的场，真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都可以当奶奶了啊！谢谢两位，谢谢。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花儿乐队，谢谢。花蝶飞，花蝶。全世界都让你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三六运动音乐不断歌友会的节目现场。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三六运动音乐不断以及金汇锦江大酒店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讨论一下，为什么我身边的这四个男孩组成的花儿乐队会这样红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哎，你们自己有静静的思考过吗？啊，因为什么呀？因为广大的各位歌迷朋友们，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因为只有他们，我才会红嘛。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总结了一下花儿为什么会这样红呢？我们有三条，首先来看第一个，根正苗红。哎，这个根正说的非常好，对，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你们从小就有音乐方面的熏陶。对对对，你小时候是萤火少年合唱团啊？哦，真的？嗯，对，唱过歌吗？唱过歌。唱什么歌？是那个小小少年。来来来啊，来开始啊，预备。Like a kingdom, like a slogan, in my time for like a try. 哎，这样就是说后来在用。对对对，哦，你就是说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对对对，你能唱多高啊？我唱不了多高。啊，他小时候我们听过他那录音，小时候就是那个听那个小孩的声音，就是你有一种那种他没有封顶的感觉，就是那种没封顶。对对对，就是高音楼没封顶，这高音永远是无止境的。说为什么这么好呢？在于就是说，比如说别人考银河吧，都是千辛万苦上外地啊那么考，我是直接因为我是北京市一等奖，掌声鼓励啊啊！对，北京市一等奖之后呢，然后那个中央电视台呢就让我去，然后老师就弹着琴当当当当当，然后跟着唱啊当当当当当啊。啊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你来，你比我高啊噔噔噔噔噔啊啊，对，然后我就老师就一直噔噔噔噔，然后我一直能跟着钢琴一直唱到边上，所以说老师就说你就可以来了，就是这样，就是把钢琴给唱爆了。对对，哎，是这样，每个人都有着非常非常难忘的童年。你们在童年的时候也唱一些这种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那你说现在唱的不好听是吧？这意思？现在就没以前的声了嘛，对吧？现在能封顶了呀？啊，是。现在不能把这钢琴给唱爆啊！啊，对对对。对，现在是这样啊，我来给你们抽几首歌。抽几首歌？对，你们也可以跟我来点几首歌。我给你抽啊，我们就彼此来唱唱看，好吗？很好。来。歌声与微笑啊，这是你当年在团里也经常唱的歌。一二三四，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我的微笑留下，卡爹留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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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唱去，对，把这1163拿出来，把这361给调出来，361，否则的话，对啊，来来，我们给你抽一首吧，好不好？好。哎，春天在哪里？来。来，四个人，小蜜蜂啊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那花儿的眼睛里呀？哪里有红花呀？还有绿绿草，还有那非常好听的音乐。这些可爱的歌迷们的春天呢，就在你们的每一张专辑当中啊，因为能够听到专辑，对他们来说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哦，谢谢各位。小罗号，小罗号，对对，小罗号，大家可以冷眼的没看，我们四个谁长得都像小罗号？小罗号是吧？小罗号，滴滴的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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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什么呀？小罗号，滴滴的吹，哒啦哒啦，音乐不断，永远不断。好，不错，来，再给我抽一口。来，我来抽一口啊。小燕子，哎呀，哎呀，小燕子，来来，四人伴舞啊。一边两啊，对。小燕子。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Thank you. 好，来，哇，粉刷匠，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最像粉刷匠的是郭阳。对对对，郭阳从来没在电视机前唱过歌，就是头一次，把第一次献给音乐会，来来，第一次，冲出去，一二三四，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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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别紧张。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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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鲁冰花爸爸，来黄黄爸爸，用黄红的事爸爸啊，黄红的事爸爸。下面一个节目由汪涵演唱鲁冰花。鲁冰花不，你要带那个是鲁冰花。哎，鲁冰花，下面有小燕子伴舞团继续伴奏，谢谢。继续伴舞，造型，整造型，整好造型。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爷爷想起那月亮花，山上的泪光。哎，我们表演的真的非常非常不错，我们再次用掌声来为我们几个人加加油，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了。哎，茁壮成长，茁壮成长。哎，所有人的这个音乐历程呢，都是一步接一步，一步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一点都没错。我们呢，花儿应该也有几个历程，刚好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呢，非常冷静的这么一个乐评人，冷静乐评，哎，很冷静。我们来听听看，他用歌声来为我们来讲讲看，你们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音乐不断的，苏振华。凭借其高级的音乐技能，多次与专业歌手切磋技艺。这一次，他又会怎样来评价花儿乐队呢？畅谈花儿，马上开始。我们家的后花园很大，那里种着一束花。每次早上浇花的羊却就已经按耐不住了。那个时候的大张伟。相信自己有翅膀，终有一天飞出教室的窗，老师就再也看不到他的头发有多长。我问我其实很喜欢唱，模样也很喜欢想，在放学以后回家之前的那个地方，有他们朋克的天堂。根据这个薛振华讲，就你们刚进入歌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给所有的人带来了惊喜。你们对自己的第一个阶段是怎么评价的？我想想、啊，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来做首诗吧。对对对，第一个阶段来做首诗来概括一下。第一个阶段，那当然是天作帐篷，地作床，床铺好我乘凉，倾盆大雨如淋浴，人强马壮花儿最棒。对，花儿最棒。嗯，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你说花儿乐队最开始没有人知道，默默无闻，寂寂无名嘛。对，然后一听哟，非常非常的不错。其实好多人也在怀念那个时期的歌曲，当然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加，曲风也有些变化。对对对，不过那时候的歌呢，的的确确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动。对对对，感动我们的歌坛又出现了这么可爱的乐队，好不好？我们现在呢，用一点点小小的串烧，让大家重新回味那个时期的一些歌，好吗？了不起，来，有请。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
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啊。现实世界除了温暖的夏天，还有流行感冒的冬天。他们孤独的唱，他们迷惘的想，他们明白幸福在身旁，但梦想还在远方。他们孤独的唱，他们用心的想，世界已经破灭，只剩下尘埃，花儿一样会开。第二个是对你自己评价，我听我先说一下。嗯，第二时期就已经比较怎么说呢，就不那么朋克了。对，还是因为年纪大了收心了，还是收不收心这得你得问他。然后那个当时呢，反正他因为谢谢都是他创作的，然后就是比较抒情和柔情，然后那旋律比较注重旋律了。而且那会儿就是第二时期是属于就是想改变风格，但是又不知道就是走这条路好不好，而且一个尝试阶段，对，尝试阶段会不会有点痛苦？之前在这个就是。在上一张专辑和那个《草莓声明》中间有一张专辑，哇，跟乐队做这个歌友会特别恐怖。明明是问他问题，会不会有点痛苦？这边有声音，啊、对吗？然后我刚准备说，哎，这边只不过那边来声音，这就有坏对，他这变幻莫测。本身现在你要以为鼓手说话了，哎，偏偏不是，吉他手吉他手回答问题，这太恐怖了。不信，每个人拿话筒都这样，不知道谁在说话。不信，现在问一问题。好，那个，你说吉他手池兄，你来回答一下。来，请吉他手池忠宇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吧，这回就是。应该就是这样。既然说话这么恐怖，我们还是来用一个小小的串烧来体验一下有多恐怖第二个时期的感觉。来，请看。嗯、你曾遇整片完美天空，我见你等雨随着星光漫步，相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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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永恒的彩虹，我嫁你等于整片完美天空，我见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相长相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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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永恒的彩虹。走到身边，温柔召唤我笑不翩翩，四道粉红的光线，小雨宛如一年又梦见，感觉又像荡秋千，音乐像风筝心之间缘。 Oh ye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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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每天大雨我不缠卷。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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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明白，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很多的花儿，它们坚定地望着远方，像过去一样，无论受伤还是喜悦都微笑面对。它们长大了吧，开始起舞了吧，风雨中的花勇敢地绽放。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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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鲜花，风雨中的花勇敢地绽放，勇敢地绽放。第三个阶段你们感觉是什么？就是现在真的感觉特别喜气洋洋，这首歌洗刷刷是什么灵感吗？弄的您确定就问谁，就是这个问题。我问你们四个随便说吧，你们要不站成四方形，我站在中间问好吧。好、啊、让我感觉有回声、啊、来、啊、来我是回声。来大张伟，你斜对我，斜对你吗？我斜对着你就行了。来、啊、这个时候请现在大张伟你讲一下，就是第三个时期的感觉，预备起。这次呢转型飞，这次呢、嗯、这次呢非常非常的成功。好，谢谢大家。你们是不是每次上场都这样？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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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非常痛苦的时候，对，有痛苦的时候，嗯，所以说你们呢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啊，嗯、需要就是说，怎么讲呢？要多跟歌迷进行良好的沟通，不见得每次就是把他们逗开心就可以了。嗯、我们知道他们心里要想要什么，他们现在最想要的就是你们唱歌给他们听。哦、好，大家说是不是？是。最想听什么歌？什么歌？洗刷刷。OK， 刷刷，来，有请洗刷刷。此时对白，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完全般恋爱，每次都是大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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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刷刷
梦澎湃，有我的陪伴，温暖如怀。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mind, 每个期待，每个精彩。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soul.三六一度音乐不断歌友会，刚才呢我们已经总结了两则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原因，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枝繁叶茂啊，枝繁叶茂。我们刚才闹了很久，接下来呢安安静静看看你们四个人是不是很默契，好不好？我们看一个词，看你们四个人是否能够联系联想到同样的，不要相互偷看，好不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看你美女，你们会联想什么？来，好了好了，对了，好了，这边都写好了，我们请看第一个答案，预备起，美女，梦中人，枕头，对，肥肉，香蕉，姐为什么会想到枕头呢？是说看见一美女了。自己长那么难看，追也追不上，只有拿墙撞头，拿个枕头垫着撞，这还是比较有突出之名的啊。好，我们看看第二个，哎，大张伟联想到什么 ？OK， 来，哎，不要看，不要看啊。好了，预备，说话，这是一话痨，枕头，什么？肥肉？哦不。平才子，哎，你觉得谁说的最像你？他枕头，枕头，嗯、对，因为他们都得依靠我呀。我本身就是特别那种特别大的一个枕头，对对对。然后他们几个都得依靠我过生活，就是这样的。我是他们都生活中的好枕头，是不是王安博？是、啊、是这样的。我的肩膀多么的柔软 啊！哦，就是他们三个人都要依靠你生活，依靠我，对。你们都觉得是这样？吃喝睡都是他们家的，吃喝睡都是他们家的，对对对。好，接下来。小红帽 OK 好，预备起，大灰狼，枕头，我就知道不是这样。快递，哎，为什么想到快递呢？不是有一个小红帽快递吗？小红帽快递，送报纸，你们俩算是挺默契的啊，能够想到一块。好，蜡笔小新，来，大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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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刀。为什么？做大象啊！我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并不可爱，还那么多人喜欢他，就觉得特别奇怪。那个，然后把那个大象的鼻子剁掉，然后就变成猪，猪比较可爱。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啊！但是你们三个人算是挺默契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汪涵，汪涵，绝对，绝对。我觉得特别怕出现我的名字，谁知道他们几个人会写什么呀？对不对？多恐怖啊！好，你们写好了吗？哎呦，你们在写一首赞美诗呢。帅，再帅，更帅，巨帅，巨帅，这不是实话。对，没镜片的眼镜啊，因为我经常戴这个。好，帅，但是很呆啊。
不是，是不帅很呆。哦，不帅很呆。对对对，好，简称帅呆啊。对，我找一下。哦，在这儿。你倒是这两个加起来还是这一个？你选一个吧，要不枕头一个棒，要不枕头和棒你选一个。我还是选枕头。没有，我觉得那个就是挺棒的，因为每次歌手来了嘛，对，都得要依靠我们是去帮他们推一推，加加油。谢谢。对对对，枕头啊！大家说他们算默契吗？其实我觉得不算默契，就是因为这种不默契才会使音乐当中有不同的起伏，因为这几个人都想到一块儿去了，那就没有碰撞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一起来回答啊！一、二、三，你们争吵过吗？有，偶尔吵过，偶尔。谁跟谁吵的比较多点？我跟王博。从内心深处来讲，有没有人就是说想给一个人道歉，就是还是有些歉疚的 ？I'm sorry 是吗？有没有？其实还是有。OK， 他们其实呢，在这之前啊，已经把要向那个人道歉的名字已经写在题板上了。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郭阳，石景宇啊，也有一次我们那个去美国演出，然后在休息的时候来到了一个湖边，然后这样我跟郭阳都特别喜欢水，郭阳非常高兴的说：“石景宇，咱们跳去吧。”然后我说：“好，你跳我就跳。”然后扑通一声，然后郭阳在看我呢，我在离了20米之外，我说：“我给你买鱼食去，拜拜。”对，他们就因为我们都是非常喜欢水，他们就是一看见我这样老，比如我们那时候去新加坡的时候，海特别蓝，然后天也特别蓝，我知道，但是我们几个谁都没穿泳裤，然后我就说咱们跳去吧，然后他们说你下去我们就下去，然后哇我就冲下去，然后在里边游，他们三个在岸上就是商量一会儿，全去买泳裤去了，就经常把你给涮了。对，然后我们在岸上经常喊郭阳钱包，手机，手机全进去了，全进海里了。对，哦，好，就是向郭阳道歉啊。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位是 ，sorry， 哎，王博，你这个啊，哎，石行宇，王博为什么向他道歉？这个说来话长，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长话短说，哎，我们俩的真情告白那种，俩人互看着眼睛来说这个，为什么对不起，宇哥，特哥，小汉。没有，因为上回就是说那个石星宇就是他玩那个喷花嘛，然后把脸给那个喷了，然后呢当天是当时我知道那个对我知道这个严重性，但我知道那个严重性，但是我这人是属于有点就是说在朋友这之间我不太爱表达什么东西，然后呢当时石星宇就是我们在外地演出嘛，他在家里挠心，他演不了，然后他给我打一枪，王博你这演出怎么样，我说啊还好，然后就是没说任何的，比如说安慰两句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后来他之后提起这事儿，我觉得当时真应该是幸运，已经给我哭两滴眼泪出来了。对，石英宇真的是不容易。石英宇那地儿那个腿挫伤了，你知道吧？从大腿根到小指头中间，就是软组织挫伤。然后后来那王文博腰间盘突出，这俩倒霉的在一块了。可是当时我跟郭阳还在拍东西呢，我们走不开，石英宇这残腿背着王文博去医院。但是今天还是非常真诚的说一声对不起。OK， 我们接下来原谅你了，王文博。对，原谅吧，谢特。王文博在那里说的哈。对，哎，对我就是谢特。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然后王文博吧，就是说我在各个，只要是我们花乐队上演出的时候，我就会挤着王文博，说王文博是什么七个小矮人的同帮同兄弟啊，什么那就不要再重复了，从远处看打鼓是站着的呀，然后什么之类的，说他个矮啊什么的。其实王文博是个矮吗？是。然后可是没那么矮，可是志气高，哎，人小他志气高。你知道仙鹤？你说你知道水在海洋里是渺小的，在沙漠里就是伟大的，是不是啊？对，这个鸡呢，在这个鹤里是小的，在鹌鹑里它就算伟大的，是不是？可以，然后对不起，以后我继续啊，对不起，请原谅，下回还这样啊。好，咱们四个都写的是对，我没有重的，对，大张伟啊，对，有姑娘对不起我，来啊，我觉得对不起你吗？来。因为这个乐队里我最大，然后每次去张伟他们家什么的，然后出来演出都特别特别久，张伟他爸爸妈妈都跟我说好好照顾他们。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上海，就不知道怎么他突然就哭了，哭得特别特别伤心，然后当时坐在旁边吧，然后就大家都在一起，然后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就都特别的伤心那种。然后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挺难受，没起好那个作用。对，就是辜负了，就是，这个他的父母亲对你的这种期望。郭阳经常自为什么哭？
自首？什么？我当时有人哭了，嗯，想王涵了，有啊，是吧？没有没有，我瘸子、啊、不，其实我这人经常是，我是那个无那个，就是无。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哭，喜怒无常。对，尤其早上起来感情特容易脆弱，你知道吧？早上起来看见什么都觉得特别惨，然后特别容易哭。然后我觉得哭还是挺好的，因为就是能够发泄整个身体的情绪，是这样，非常不错、啊。而且可以排毒啊，对，排毒两天胶囊。对，排毒两天胶囊。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啊，四个人当中应该学会彼此尊重，彼此的包容，当然也要学会。尊重歌迷，尊重我们所有的人，因为真真切切的说一句，如果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今天的花儿。对，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现场所有支持花儿乐队的观众朋友，特别是电视机前千千万万喜欢花儿乐队的歌迷，也希望呢每张专辑都能够大卖成功。当然，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感谢三六一度。运动武装以及长沙金汇锦江大酒店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花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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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清爽的早晨，聊天传男的双人枕，三江温暖阳光陪衬，融化的软绵绵气氛，一个真生活的两片春来演出的门，三江春水养我心门，原来是你贡献沉沦，我与你牢牢的分。